我经常碰到一些吉他手说特别讨厌 C 和弦，有一段我也是这样的人，所以我很快就又去了一个地方，一个虚无之地，北方的北方。我试着唱其中的一些歌，其实我原本没有想唱这些歌的，因为我刚从那里面出来，就是非常吃力的出来，所以我一度不愿意去碰它。但是我现在觉得，我应该，也不是说应该，我需要的时候我就回去，我不需要的时候我就出来。现在我觉得需要，因为大家太安静了，需要。这可能就是我以前没有意识到的问题。我以前会认为我说为什么我在这样表达的时候你们不安静，我会埋怨大家。我想可能是我做的不够好，因为我没有安静下来，没有让大家安静下来。对，现在我觉得今天我做的还不错。我突然想唱其中的一些歌。上一次来的时候我就特别固执，我好像就没有唱别的任何歌，就唱的《北方的北方》里面的一种情绪，就是特别，你们听就知道了。所以有些可能也歌词我甚至都记不住了。比如第一首叫不要问星星有几颗。对，我可以再多来讲两句，我现在特别爱说话。就是这是九十年代，这句歌的名字是90年代的一首流行歌曲里面的一句话，然后后一句是我会告诉你很多很多。对，连起来就是不要问星星有几颗，我会告诉你有很多很多。我其实有点这个意思，就是我想是有，也是一种表达方式的一种表达。忙在被强奸的路途，
像个河流，牧马人的女儿在树栖息。以你的忍耐，你以为会如何对那些活着若有荒谬的人，厌恶的攥碎了拳头，露出了轻蔑的笑，在最繁华街头，你对他撒下了一片大谎，现在都说着没什么，是啊，这又有什么呢？清冷的早晨，草原上的河流，牧马人的女儿在树栖息。如果你真的吗？好，就这样了。